各位好，我们今麦开始来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起立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同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这精神比再去更加好呢吼。今日这个日子真特殊啦，吼、哦，九月七八是1951年9月7日迄一天，在旧金山签一个叫做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签的时阵呐、啊，是有48个国家签，伊是51个国家签啦。但是这51个国家其中有三个国家啊，断去了，因个国会无批准。所以真真正正是48个国家签，但迄个时阵全世界国家才50几个尔，是到落尾啊战争以后啊，一寡殖民地啊纷纷啊照旧金山和平条例甲联合国的宪章啊，76条甲77条啊，啊纷纷独立。所以有个人就是讲台湾应该照联合国的宪章76条美甲77条。殖民地老百姓会当来自决，还是安尼来要求台湾独立？这是拄啊开始伫反对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时阵，诶，所谓的党外的诉求。党外的诉求，迄当阵主要是讲无爱中华民国统治，无爱中华民国这个国家，因为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来占领台湾。但是各位，你要先了解。一个足深、即简单的问题，因为咱即摆即个囡仔，含咱即代个囡仔个人啊，所读个册内底啊，咱拢就是讲联合国会监管全世界一切。问题是联合国可不可以管台湾的问题？我正式甲各位讲，美国个国务院讲过几啊摆，讲啥？联合国管不到台湾问题。虽然讲联合国未当管台湾，你知影联合国当时设立未？1945年设立未？10月25日设立未？战争当时结束，1945年的8月15日结束战争。结束战争和终战是无共款哦。结束战争，和平条约签落去，还阁有可能会战争哦。一定要甲和平条约生效。才能够叫做终战，终就是终结的终啦，终战。所以即摆有人咧，就是讲9月7日签落去就终战啦。No，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苏联照常搁咧甲拍北方四岛。真侪国家，那战争咧结束的时阵啊，前线的将军啊，虽然总统甲伊命令讲要停啊，伊不一定我都停咧，所以。咱即马台湾的媒体，啊，讲10月25日，啊，做日军迄个台湾的地区啊，日本的第十方面军啊，安藤利吉向丹羽投降，讲迄就是终战 ，no， 不是终战，停战而已。啊，10月25日，是不是敢那中华民国讲的讲是光复节？我已经跟各位讲过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什么人来轰炸台湾？美国，美国的美日搞轰炸台湾。所以在那个时阵的时点，那个时间跟那个点，美国是咱台湾的敌人。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所以在法律上，那实际上嘛是安尼，中华民国是咱台湾的敌人。台湾人战争死去，藏在日本的靖国神社。台湾人在中华民国统治的时候死去，未当入去靖国神，未当入去伊的忠烈祠。所以忠烈祠内底的台湾人有几个，无甲一百个。甚至你唔知还阁会记无？这旧年内底啊，有两个赛飞机的，
在军机诶去弄着山，伫迄个花莲啊，在迄个弄着山，死去以后，伊家属甲讲，啊，我即个做子弟啊，在军机啊弄死，要求讲改坑伫建国神社。国防部，中华民国国防部 ，no， 真简单啊！你唔是中国人，你唔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是台湾人，当然袂使。当然袂当入去中华民国的总历史，这是足简单的道理，所以。你来上过课，你就知影讲，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？100%是日本人。尤其是伫啊，过来台湾这块土地到底是日本的殖民地，还是伊的领土？台湾的复杂伫这个所在。台湾有经过啥？本来是殖民地，日本天皇伫1941年的。四月初一，四五年四月初一实施明治宪法伫台湾，予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。伫万国公法的规定，即块土地已经是完全100%变作日本天皇伊个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当时台湾人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、臣民。他多啊，我含咱个驻日代表河村啊，卡瓦穆纳桑。伊就咧甲我讲，用主张咱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，即马开始伫日本啊，伫发酵。但乎日本人上届无阿多忍耐，是讲啊，你呢台湾人变做日本天皇的臣民，啊，阮是国民呢。我阿无是变乱，啊，1945年四月初，日本天皇宣布啊，啊无，你甲问日本天皇啊，是毋是咱是伊的臣民？为什么说在证明？2011年、2012年，连续两届，拢可以日本天皇改接收，万载万载，你看迄影片，你就看会出来。尤其是2012年，我咧讲吼，咱的迄个摄影的先生小姐吼，拢袂晓取镜头啦。你摄影的时阵吼，我甲你讲，日本天皇的太太皇后啊，其实你甲日本天皇讲啊。你甲看头前迄阵乌穿乌衫，你见迄个啊做啊做台湾民众遐个机啊遐个人，拢是台湾人呢，迄拢是你的臣民呢。日本天皇特别个外国特别看，啊，咱都徛伫对，徛伫伊个头前30公尺的所在。迄30公尺是上个人安排，是宫内厅甲你安排。日本的皇宫会当出现台湾民众的机啊，这是破纪录的。迄、那个皇宫内底，位头到尾，敢来出现只日本的国旗。讲一个简单的，2011年的时阵，咱拄啊去，还日本记者翕相了，等于吼，嗨啦，啊那旗啊，色无同款，这个是2011年吼，对不对？啊对，2011年，嗨啦，那有这旗啊叫走出来，可能迄个警察无注意，将这个台湾民众的旗啊弄个擦红的，安尼看拢日本旗嘛，2011年。2012年，迄记者知影，你要看2012年迄张，啊，这张是2012年，伊就照这张互顶出来，日本人拢惊一跳呢。哦，哪有这支旗啊？啊，即马咱的论述开始是日本发酵以后，日本人足假错的啦，因为咱的驻日代表卡瓦穆纳桑，伊甲我讲，日本人无多忍耐呢。我真无多钱啊，真简单啊！你甲安倍讲去修宪啊，其实安倍伊知影，安倍就是安尼。伫美国即马帮忙之下，伊即马做了即个总理以后啊，伊一定修宪。所以我估计在12月左右啊，伊会修宪过，伊会甲你宣布，日本天皇会宣布，台湾即块土地要是我日本天皇的主权地方。迄个时阵呢，包括中国，但是即摆中国嘛知影，所以即摆吼，即全世界即现出是即演变，是伫慢慢慢慢为咱的民政府啊，
还是伫全世界伫提倡国际法啦。即摆一定会照这个国际法，伫咱全世界啊，迄个每一个本来是无公平的所在，拢会公平起来。台湾敢若有用国际法这条路啊，咱才行会出去。啊，若无台湾人68年来，互中国人教甲戆戆戆咧。会讲推推推啊！就是讲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其实你是中国人，你会进去入去。我讲一个无算赢。恁的公妈，恁的迄个坟墓啊，有诶讲哦，阮有迄个族谱，像我啦吼，阮有族谱啊。但是真正去甲算，我的祖先的坟墓啊，算甲啥物事？差不多阿祖过去太祖啊，过过都无样呢。公妈卡嘛来滴，嘛甲安尼尔，但是奇怪呢，甲写我17代呢。我甲你讲，迄拢骗的，迄拢是迄个时阵来台湾以后，因为咱是平埔族的，咱有真济人去汉化去。其实有真济人讲要去中国寻根。像谢长廷阿扁啊，讲要寻根，寻根挖口根啊，绝对找无啦，卖甲我骗啦，有足侪人去哦，我袂甲你记啊，我，恁姓丁吼，住伫遮，你们就摕一寡钱出来起起的，尼尔呢？你真正，黄迄个林玛丽医师，长庚医院医师，伊去讲，求咱的血去做 DNA 分析。伊出来讲个啊，97%、98%以上拢是平埔族个，但是后尾啊，国民党会压力，伊甲因翁较离婚去咧，伊怎啊全拢歪讲，但是伊有册，你也读过物啊？所以即款个迷思啊，我是台湾人，啊，我是中国人，即款个迷思啊，要彻底打破啦。我所讲个每一句话，拢是照法律。袂使我袂讲啊！你若唔相信，伊即马伫长庚医院啊，马偕医院啊，要过你甲你啊做检查一摆，咱唔知，可能是无钱啊，爱钱，我怎搞不清楚啊？咱的迄个郭牧师啊，咱的教务长啊，伊就去检啊，有足侪人拢去检啊。我是无去检啦，因为我读册，我就知影我啥物人啊。我较钱，我较看，我较看嘛，无像中国人。个性都无同款，是变啊变做中国人。中国人是甚物款的个性？你知影吼？日本时代台湾人吼是一个足重信仰的呢。咱过去，咱知影311祖妈咪海浪，海啸有啊。日本来死几啊万人，但是日本人啊呐足规矩的排队，车嘛规排队，要去西边野外嘛排队。你有甲学了无？有。全世界人甲学咯，甚至有个人，伊排队，伊甘愿枵死去，伊不爱插队。这种的精神，唔是干那日本人有，是咱台湾伫1945年的以前嘛是同款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开始甲这个9月7日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的部队还未入来以前，台湾无警察，无军队，无人管。迄当阵的犯罪率零，全世界拢惊着啊！迄当阵报纸，全世界报纸拢学到台湾啊！哇，这个民族真无简单呢。但是自从中华民国入来台湾，即中国人入来以后啊，台湾大省互红包们啊，降倒呀，变作未见效，唔再见效，讲白贼、贪污、自私自利。台湾人本来个性、本来本质，去予中国人彻底击溃。即摆台湾人，敢若亲像乌多新北，就是第四任的台湾总督，迄个总督府内底行，迄个民政长官伊讲的。伊真少年，20几岁的时阵，东京帝大毕业以后。日本天皇就派来台湾做民政长官，
经过七八年，伊等于日本返回日本啊，述职的时候啊，日本台湾甲召见，伊讲啊，你是台湾好官啊，歹官？伊甲讲台湾真好官。伊讲是安怎好官？伊讲台湾人有三个个性，你若甲保定吼，甲保持住啊，啊台湾人拢袂反啊。对三个个性，迄是真见晓的三个个性。台湾人惊死，爱钱，爱做官。国民党来台湾，即中国人就有这款个性，予咱台湾人因为这款的本性，变作袂记得家己什么人去啊。台湾人，国民党以前讲咱台湾人爱做官，予你选举啊。选举本来选举是，有人会知影讲，尤其是咱这战争完以后，咱毋是中华民国，毋是中国人，你该选举什么是意思？伊就讲，你来选。啊！你若算你有几票，我一票给你30块。欸，选举是要做公职呢，公仆呢，啊，够钱好通啊摕。我甲这个代志美国讲啊，美国上台不爱相信。你看全世界有这款的制度吗？无呢。你去看全世界，看有通退一个国家选举以后，你若得到30迄个票数5%以上啊，就给一票给你30块。啊，政党给你50块，给你4年。大家嘛要选，咱也要选，啊，就画一挂感情的口号啊！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大家拢嘛用讲对，唔对啊！台湾那台湾人的台湾，台湾是啥个台湾？是日本天皇的台湾啊！你无代无志去摕中华民国身份证，我若甲你问讲，哎，是安怎来摕中华民国身份证？啊，我生出来就摕这张啊！咁真正中华民国是咩？什么时阵？咱本来是日本的国籍，想要去要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1946年1月12日，行政命令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。1946年1月12日，相差偌久？无半年呢？就甲你讲，所有的台湾人为1945年10月25日，就投降迄一天开始，拢总将你的国籍集体规划做中华民国国籍。一个人的国籍，在1947年《人权公约》里底讲得真清楚。你每一个人第一条，每一个人生出来一定有国籍。第二条，不管对一个国家，袂当随便地你将你的国籍给你提无去，给你取消。你就是作恶多端多端呐，嘛是有国籍。要用枪毙啊，枪毙啊，啊嘛是有国籍。但咱台湾人呢，无国籍。落尾这个无国籍，我伫迄个地方法院，伫迄个美国的判决内底，高等法院的地方法院甲高等法院判决内底，我得到证明。伊宣布第一条就讲啊，你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你讲本土台湾人，什么叫本土台湾人？美国人卖就卖一家呢，伊用迄个模糊政策，可比讲，咱知影讲 ，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做。中文的时候，怎么翻？台湾人，对不对？啊 ，the people on Taiwan， 要怎么翻？台湾人。啊 ，the people of Taiwan， 啊 ，the people on Taiwan， 两个台湾有同款无？无同款的。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 ，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含遐来自台湾这个土地顶管的人，嘛叫做台湾人。啊，你看要求无？所以你伫有人讲，足够读英语的。读个博士啊，卖假骗啦！我讲一个上简单的例啦，你读个博士啦，除了讲你这个囡仔为细汉开始，伫美国还是伫加拿大大汉的，你我都讲甲美国人同款的英语真好。啊，那一般伫台湾受教，读个大学，读个博士啊，去甲美国，你讲你也要讲英语啊，我讲滴滴吐吐啦，讲甲不得不接啦。我就定定甲咱遐，咱遐州长，大家嘛去留学过。咱的州长，阮大家咧开会时，阮大家要咧讲，奇怪，那拄到美国，咱就迄个嘴子啊，都拢顶起诶。普通时吼，拢足够讲诶，啊拄到阿多啊，都拢袂晓讲诶，啊要讲话都爱小想诶。咱伫美国大汉，伊咧讲迄个话，伫咧他个内底，
讲起来迄个话，就是伊等于是一种 mother language， 唔免经过，免修啦，直接就当讲。啊，但是咱伫台湾修的教育，哦，你别讲课本，你就爱读较先想讲课本，爱再想讲 book， 速度就慢起啊。所以啊，你唔通讲，我都要英语，你不要英语啦。啊，佮讲，就我讲一个简单啊 ，Chinese Taipei， 这个 Chinese Taipei 我已经讲几啊年啊。Chinese Taipei 报道拢写啥？中国台北，啊，无就是中华台北，两个对唔对？拢总唔对。Chinese Taipei 是啥物？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1949年开始，全世界拢把中华民国当作伊是流亡在台湾的，一个流亡政府啊。啊，咱就是讲 Chinese Taipei 就咱的名。所以咱那个灯都灯不出来。陈水扁做总统八年，李登辉13年，加起来21年，是不是台湾人执政？21年，我都独立无？无。台湾地位有改变无？无。等到个退步，是好加在2006年10月24日，台湾民政府去告别了美国，所以我甲各位讲，咱这个官司。奠定了台湾永远袂予中国推去啦！中国人本来对台湾是足孝心的呢。啊，万美国就你讲，美国讲吼，哎，安尼台湾奈生理哈，讲我啦哈。哎，所以伊更加根据我的受教育的背景，无啊，我都同款啊。我刚才好甲在讲吼，迄当为了要摕博士学位啊，去日本去修战争犯。他们讲我唔是为了救台湾啊，我是为了较简单摕到博士学位啊。听讲他那个丢呢哦，就他变做专家呢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的三军啊，三军大行啊，冇打电话甲我讲哦，哎，林博士，无你来甲我教战争法。我讲哎，你是中华民国，我要写俾中华民国的呢。我咧开教战争话，我你若要看战争，你买我的书，去就会使。敢看两届，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参议，嘛敲电话两届，我有甲你讲过啊。我叫我去甲伊讲，钓鱼台上的，我钓鱼台上的，你也听清楚啊，你唔敢听一半。钓鱼台是台湾的，但是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你讲钓鱼台上的。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有法律做基础哦，唔是我白讲哦。日本在1895年4月17日签了《马关条约》，5月7日《马关条约》生效。这个《马关条约》是由日本天皇和大清帝国的皇帝所签的，因为干阿有皇帝拥有土地拢种。然后皇帝才将这土地来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管理，叫做首相。所以土地 territory 是天皇的，但是首相有管辖权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呢。你若将皇帝甲首相甲国家甲合作的 ，no。因为中国人来台湾以后啊，伊为着要统治台湾，一定爱制造谎言。最大的谎言就是啥？甲你讲，恁拢叫做中华民国，爱讲咱啊，但是我即摆已经唔是啊，所以我无护照，有护照举手，你们那么讲嘢咧吗？啊，有中华民国迄身份证举手，拢有啊，拢有啊，你啊。所以我就你讲啊，你伫外口。你讲你要创治你的朋友真简单啦、啊，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伊昨日讲伊台湾人，你台湾人啊，不你有什么证明？一定摕身份证给你看，啊，你读过没啊？你左看右看前看后看，拢是中华民国。你讲你尽管的像你中国人啊，你来讲你台湾人，你敢讲白贼？所以。美国的希拉里宣布讲，
台湾护照免签证，伊讲的无唔对呢，伊无讲中华民国免签证呢。即马就是单单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护照，但是台湾这个土地是要个占领区，我们不能发行护照，我们只有能够发行旅行证件。但是旅行证件的效力跟护照是完全一样。美国，这不是咱家己发的哦，是美国军事政府发的哦。所以我甲各位正式宣布，三个月以后，咱所有人，你若有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你都会当来换你的旅行证件。咦，啊，你免拍手哟。嗯，啊，听到拢戆去呢吼。啊，这个无满意哦。啊，无换迄种旗甲，你拢卖换，我进来。你若这个旅行证件，你会当出国？哎，有人讲诶，啊，旅行证件中华民国啦，我爱互你出去诶，免烦恼啦。中华民国已经开始伫打包啊啦，是你不要看尔啦。你去网络去啊找看嘛，包括伊官方诶 ROC 这三种促销条呀，真正去准备啊啦，部队落个落无去啊。战车、飞机、军舰，迄、那个红啊票拢无去啊！甚至军舰顶管拢挂啥物旗？美国旗？迄毋是我讲的呢？橡皮屋呢？迄张迄个记者见那个橡皮，互大家看卖啊呢？迄有美国旗，你有看无？迄毋是我甲偷翕的呢？这是迄个一周刊翕的呢？有足侪人好看哦！伊讲，这剪辑的啦。死都要维护中华民国，你看麦，好即款人啊！飞机嘛，同款，飞机的路拢摕掉去啊，战车路拢摕掉去啊。因为咱自从2009年4月7日判赢以后，我就明跟美国讲，你若阁叫我台湾人去做兵哦，我甲你告，我伫国际法庭甲你告，告你奥巴马战争罪。哎、欸，我讲话讲到做到呢。伊足惊我诶，我无甲你骗。伊小弟来找我两届啊，迄阵等你选举。好啊啦，好啦，阮哥哥讲会甲你做啦吼，啊，但是吼，你卖搁甲告啊啦，即摆等你选举啊，互伊选掉才讲啦。啊，伊个人调啊。啊，他咪讲，人伊即摆帮忙足济，咱即边记者会，九月初六早时6点到8点有啊。搁问一摆，有看野手？三分之二。诶、欸，恁拢无去看，全世界有10万人去网顶去甲恁看咧。看到遐美国啊，知影是阿多啊啦，啊你知影遐啥物人无？啥物人无？有捌半个野手，啊毋是半个啦，因半个你绝对毋捌啦吼。有捌一个野手，啊，好，甲迄个最后的5分钟哦，有一个镜头出来讲话，迄啥物人？伊利诺州的。参议员，民主党的党鞭，2007年开始做党鞭，做到今日，叫做罗宾迪克，68岁。你想看麦啊？这些人来参加，过来，一开始，什么人来？副国务卿，国务院副国务卿来，本来是国务院的。发言人要来，啊，落尾换这个副国务卿来，来自国防部5位官员来，阁有40几个媒体记者来，媒体记者伫今日马上发表一个来，迄、那个网络，甲拍迄个网络的首页，予大家看，网络的首页，无啦，你爱迄个首页啦，爱用首页啦。好来，那你看，这是咱的首页对不对？国旗起哩，国旗起哩。哎、欸，你讲，阿姐，你看哈、哦，今日就是咱张记者会嘛哈、哦，今日开始媒体，这个叫做 Hollywood 的报道，那你也点这个好看看麦啊？咱的华盛顿 DC 的迄个《哈利沃德》的报道，你甲看，
加吼，因他的报道很先进，当然下弄其他英文的啦。来，我大家看一下，伊讲哈，啊，等，停 ，believe it， 你美国人要相信这个。喂，媒体甲伊讲吼，遐有足济媒体吼，是头一摆听到民政府呢。刚好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说听是各种中华民国诶。伊讲你要相信他，因亲目睭看到咱。您等一下去看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上课时间无真济，上课时间继续个，即有真长，啊，即咱个主席，啊，伫演讲，吼、哦，啊，顶管上顶管一张，啊，即像咧做雅虎，啊，不是迄个萨凯，啊，做高雄市个州长，伊是高沙做个，啊，迄做平迄个吼，上届做平迄个，就是2012年啊，啊，美国真有名个华盛顿地区个媒体人啊，去访问奥巴马个代表人，欸拢大开呢，啊，所以有诶，咱咧叛军啊，讲因才是大开啊，无半个美国啊，中华民国无半，你看10月17日特别搞啊，因咧双十节特别搞啊，伊赶快会伫即个所在办酒会，你甲看有几个人，上侪60-70个，内底美国一个都无啦，迄吼迄办痛诶，啊，但是开咱的钱呢，咱办即个酒会。各位，恁有倒出钱无？有无？无啦，较大声，拢无，咱拢不爱讲呢哦。来，这样看哈，咱遮啊，这个啦，这个主持人，这非常有名，这足大牌。三年前，咱的主持人是一个黑人 ，CNN 的主播。咱这摆，这个人是 ABC 电视网的主播。这是应咱的主席的要求啦，迄主席讲打电话甲我讲哦，哎，安内叫黑人来做主播，敢袂当叫一个较白？喂，这毋是讲种族歧视啦，毋是啦哈，伊本来伊感觉讲白吼，看得较爽安尼，啊叫一个，哎，各位，毋是咱家己讲咱家己呢，毋是咱家己侮辱咱家己呢，所以我甲各位讲，我正式甲各位讲。满两年近一年，咱要接到政权，护照的申请，哎、欸、不，护照，迄旅行证件的申请表甲样本已经寄到伊啊。咱来审查，审查以后修正，甲美国国防部去讨论。同时，有一个要求，这个旅行证件要由美国指定的。公司来做，袂当伫台湾做。伊嘛惊呢，伊惊讲你这台湾人吼，是毋是受中国人的教育以后吼，拢会作假？伊中华民国拢作假，伊个护照拢假呢。一个月拢去查1000几分的中华民国护照假呢。啊奇怪呢，安尼假拢竟然一模一样，我是怀疑讲吼，伊咧办转搞中国人去印。啊，所以咱这旅行证件啊，我甲你保证。每一分拢一定是伫美国印的，里边内底佫有晶片，迄、那个晶片就甲中华民国护照，你甲摕中华民国护照，互大家看卖啊！哇，遐有一个晶片，你看有无？这个就是晶片啊，这个就是晶片啊。所以中华民国的晶片啊，这个晶片呢，唔是以中华民国印的，是美国印的，美国国安局印的。伊敢若放一只机器，放伫外交部，临时若有人临时要来这个护照的，用迄只机器伫做。迄只机器，照伊讲，是一点钟够会当印14本，安尼尔。其他要印这个方面啊，是美国伫印，因为伊有惊啦，伊惊这个中华民国遮啊，遮死囡仔拢学袂从中国人甲到做中华民国拢过去的。所以一个月拢2000外个，但是我定咧甲咱台湾民政委所有官员，因为各位当你还袂是官员啦，你若甲国级班才有算官员啦。你若正式的官员的时阵，我来甲各位讲，唔通娱乐无济，去学遐中国啊迄套，唔通去人收红包。但是台湾人看到钱拢倒呢，因为我足清楚的啊，迄阵人一个出去。你若去网店搞马林志兴的吼，拢有15万的迄个啊，做出席费，啊有好赚无？
有好赚无？去骂人会当赚十外万呢？要挃个牙手，不爱挃个牙手，卖假卖假，十外万看下你的头前。啊，我先坦再来讲啦。台湾人是这款型啊，所以我定来你感觉，咱台湾民政府这些政府官员。当然啦吼，后摆你是政府官员哦，咱一定爱给你管的薪水。那无给你管的薪水，你讲我都食未饱，我无贪污无钱咩啦？对不对？即马有个人讲，没啦，我没啦，我那个食糜配菜脯就好啊，卖假啦。台湾民政府已经有宣布过，18岁以上的查某，政府免职免费送你一栋厝，不是栋的，一间啦。18岁，但是18岁，你阿爸阿母哪阵有3栋哦？歹势啊，无爱上。啊，真简单嘛！你爸母都有3栋，啊，就一栋给你去住就好啊。但是你阿爸阿母哪无诶，咱送给你。啊，佫真足足诶，要紧诶。你现准是伫大学读大学，你那是助学贷款呢？即马现准是有80万人，即80万人全部赦免，免刑。你拢无囡仔，你读大学款啊，拢免派出所。啊，恁的囡仔吼，18岁以上拢有厝啦，那免派出所啦。伊拢大拢听讲啦，嘴下开开，啊，脚问讲还真啊假？绝对真的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你问讲啊，钱要倒来？稍等，这派得太快了。你还敢问讲钱从哪里来？干面？爱不爱问无？简单的嘛，钱要倒来，袂当比安尼啦，这不是要比安尼啦。咱的基地，即马中华民，你甲你用基地有好还咱钱无？无啊！伊讲你要爱国，所以基地我拢用免省的。咱是甲这基地拢租给美军，安尼会使无？会无？啊，美军租爱钱无？这是啥呢？你惊美国人呢？夏威夷的收入的第一名是什么物件？观光对不对？当然唔对啊！观光才占30%啦，伊真正收入50%拢是租予美军的军事基地钱啦。你有惊到无？夏威夷落飞机一日看，所有90%拢是外宾，飞机一只一只载拢是人客，安尼才赚30%。但是伊基地租予美军。歹势，迄拢爱付钱呢。全世界无人讲国家甲你租所在免钱的啦。中华民国租台湾的时阵，伊讲你要保卫国家，啊，即摆唔过保卫我看卖啊。咱自从2009年过赢以后，就甲美国讲，你若叫中华民国去叫我做兵哦，我就对面将你奥巴马提起用国际战犯告去美国，哎，告去迄个国际法庭。哎，我会真的干呢。伊真正实讲，真正有惊我呢。啊，我呐，不管我过赢过输嘛吼，伊本来有理由嘛，对吧？伊嘛派伊哈佛的大学来搞辩论嘛。那过年就真歹看。咱头一摆甲过2000年的时候奥巴马拄啊动算，动算的头一天伫咧发脾气。我只拄拄啊调有人甲过，讲我违反人权，伊足无民主的。啊，这人讲是为台湾来，叫做 Roger C.S. Lin。啊！叫咱台侨叫来北京，迄台侨好听，迄甲我讲啊，还请伊去北京啊，足欢喜的。哦，总统召见呢。第一句话问讲，迄 Roger C.S. 是啥物人？我冇听过。迄当然我当然无名嘛。后尾啊呢，美国国安局为美国直接打电话给我 ，AIT 的政治组组长打3次电话，要跟我见面。我的律师讲 ，No， 你即马咧拍官司。你若改见面，你若无我律师店，你改见面啦，这个案叫取消掉。哦，好个仔，还叫便宜呢。啊，有个人听到我啊，当要见面真好啊，较紧来看紧走去。喏，啊，这个无见面是正确的。落尾咱这个官司赢嘛，本来是拍算要搁拍第二个官司，但是美国即摆有生意嘛吼，真正确实你甲恁帮忙。啊，伊嘛，咱嘛家己无有一点就是讲，最高法院讲定案。真正的意思，唔是讲驳回，那是讲甲你驳回是 reject， 你都唔对呀。真正
伫美国即个司法制度内底讲吼，因为原告的一寡条件还未做好，暂时停止审迄个审理，以后再来审理。美国的参议会已经有几啊摆，甲法院讲，奈不爱信，奈不爱信，咱还未准备好啦。伊的条件真简单，4000个，你要接政权，你免人吗？哎呀，民进党，歹势啊！民进党是啥物人？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呢？民进党安怎成立？你家己去想看麦。1985年，美国的众议会通过要求蒋经国爱好成立反对党。1986年，伫宜山好成立，好伊钱，好伊人。哎，含民进党伊都好伊人呢。迄新潮流就是一派啊。所以每一摆来你重点的时阵啊，伊的政策就弯去啊。伊的东江的第一条，伊的台湾决议文内底讲啥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，叫做中华民国。你看到几样呀？前伊党外的时阵，就一直要将中华民国消灭啊。做政党的时阵，变作讲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到今嘛为止，还阁继续骗。啊，问题是讲台湾人继续互骗。咱一个讲唔通去选举，甲咱骂。啊，这一点中国要别啊！安尼，中国迄国民党拢掉了啦。我甲你讲啦吼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对不对？安尼不要回答呢。中国国民党两个字，中国你不要看是中国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中华民国民进党是嘛叫做中国？两个拢中国，有啥物差？算了，算了，赶快，两个嘛继续贪污。算了，中华民国结果就是啦，就是咱台湾的性命。这个中华民国现在可以继续的延续下来。其实美国跟咱讲，你若有法度可以选举达到50%下来，一点嘛就好啊。我美国就出来，即马投票率差不多70%左右。你扭几只鬼拍，甲扭乱就好啊。扭几波呢？扭袂乱呢？因为台湾人个头脑还阁顶顶顶呢。我嘛非常钦佩在座各位。您真正是经过千辛万苦来这上课，您今日坐伫这个所在，我就爱甲你鼓励啦。那恁家己先鼓励家己。我甲你鼓励的原因是倒，你的边仔一定足济讲你遮读个歹去上课。有啊。伊足济讲你会叫人掠去，但你甲继续甲看，两年半要到三年啊，无半会叫人掠去，含开罚单都无。啊，你阁袂晓看呢？啊！我讲，我阁等看卖啊。9月7日记者会开落去，伫美国的首都呢，国务院的副国务卿、参议员、重量级的两个国防部拢来参加。安尼还不相信？安尼两个讲咱是诈骗集团，我真足出气的，讲诈骗集团。我来讲，咱台湾民众有甲来甲大家无款无？无呢？对不对？确实有影无呢？哎，你讲我着交6000块来恁收，你交6000迄是多好尔呢？人个来优待呢？你民宿免吗？你免食饭吗？恁用这多啊椅啊，人拢免用钱买吗？所以吼、哦，咱讲话要有良心啦。台湾人吼、哦，卖吼、哦，讲话为鼻腔出来就是安尼啦。讲迄拢袂富人听啦。所以，我要要求咱各位，你等于，你唔免讲什么名，你敢用你的嘴，咱的革命就用嘴。你讲会通一个算好，4000个人讲出困难啦。当然啦，你若去参加叛变的组织，你先参加国民党，咱也知影，咱的命甲你毁掉。你去参加民进党，命甲你毁掉。你去参加台独联盟，给你毁掉；参加叛军，给你毁掉。所以我估计，咱这4000的可能要加一些，4700的，因为无时间吼，甲美国报的时阵，4000个报去吼。啊，说说来讲，内底要不要跟你讲，甲美国讲吼，我们这100个人不算哦。意思你听哇？所以要甲加补一叔叔啊，以防呢，以防。有人死到，我讲叛变是歹听啦。有人死到吼，他较未清楚啦。
大家讲讲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可能要，但讲这想怎，即马只才2600个尔啦。即礼拜是国际班的第18期的，啊，你下期吼，你是第几期？64期的初级班，高级班你若有来是18期，你要先报名，我先跟你讲哦。你要看坐到满满满，啊，搁顶级的70-80个，安尼未当超过150个。过来，咱呐，咱稍等下吼，你每一个人各州的，因为即马州长拢伫美国嘛吼，即马是副州长代替州长，你伫台湾民政府官网顶面拢甲你注册，拢会一个注册的密码互你，你后摆利用你的密码，你会当去顶面问问题，什么问题拢听我问。我甲你讲哦，到今日为止啊，我甲答复一个啊，两个俩，因为我还未答复以前啊，东芝已经替我答复去啊。所以迄本册《新台湾论》，坦白讲，会使讲有个人讲看几下摆。我相信哦，恁买等以后啊，有一天我会甲恁告别见面。因为后礼拜开始，中央政治局、中央事务局，我拢要甲召见，我要摕册来我看。你若册白白，你讲我读几下摆，迄种肯。你都爱读啊？问恁人摕通用涂骹高高啊？你有读无读哦？我足够读册，我足知影。你爱真正去看，真正去看，一页一页甲读好。你无，我无要求你看侪啦。你一天看咧三页五页就好啊嘛，对吧？啊，若看无，咩啦？我甲你教啦。看无，今日看无，我见你小休困咧。下晡看无，阴暗，搁拍开搁甲看。我甲你保证，我写物件无真深啦。迄一挂法律拢是照安尼定数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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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895年马关条约已经台湾平和，皇帝交予日本天皇去啊。然后日本天皇宣布予台湾人两年的思考期，你若不爱做日本人，你会当离开台湾。迄当阵600万的人，不是600万，迄当阵400万的人口内底。应该剩300万了，我讲唔对，300万，300万的人口内底有1300几个人财产袂卖，等于中国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半年无够，这1300个拢阁白转来。伊讲吼，等于中国生活更加困难。安尼伊甘愿要来做日本的居民，居民尔，唔是公民哦。1937年，日本天皇伫咱台湾实施皇民化，予你改姓名，予你学日语。当然，这日语真早就予你学啊。伊个基本的教育都拢甲你创啊真好啊，户口甲你创啊好势好势。了后，内地延伸的政策，甲1945年4月7日实施日本明治宪法伫台湾，予咱参战权甲参政权。迄当然，台湾的众议员5个，参议员3个，有去开会，人名嘛有，什么林献堂啊，这些人。罗威啊，因为1945年8月15日，迄两粒原子弹，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所以我讲一个哩，我今日含咱的迄个卡瓦穆纳桑，咱的驻日代表，伊哩讲，伊讲即摆日本人足不服的，因为你台湾民政府讲你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啊，伊是国民。所以，因即马开始要改，要废掉和平宪法，要等于日本宪法，要交予日本天皇直接管理。我伊即马嘛未赴啊，大兄已经有啊。你袂当讲即马无要承认大兄。你看这时代有改变无？日本时代因大兄咱囡仔，啊，即马吼哇，好佳哉！这个战争好佳哉，战书呢？战书他往咱背下做大兄。因为原来大兄死去啊，哦，咱起来顶啊，咱第二个嘛，哎，即马算第三个啦。啊，所以我甲讲哦，我足简单嘞，你回去甲日本人讲一个咧，安倍晋三去苏联，含普丁见两届面，两届弄个普丁甲洗面，因为安倍晋三见面就讲讲，喂，北方四岛要还给我们呐、啊。普丁甲讲，你回去念书。一句话呢，你回去念书。平阿邦会等伊，第一摆平阿邦会等伊来去开会。
期间内无来无去叫我念书，我都大学都有毕业咧。第二摆最先才去的，这摆过去要消毒。普天国讲，你还是要念书，你没有念书。所以，国家讲这句话，国家出名。北方四岛不是你日本政府的，安尼俩，也我美国，美国拢讲一半。美国为台拢讲你讲，台湾不可以怎么样，不可以怎么样，不可以怎么样，从来不讲台湾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怎么样。台湾不可以公投，台湾不可以独立，台湾不可以加入国际组织，拢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伊都无讲台湾可以怎么样，台湾可以怎么样？伊讲。跟我讲啊，哎 ，brother， 你台湾人家己爱讲，你要创啥？啊，台湾人才退是咩讲？啊，所以普丁、安倍晋三等于伊啊，安倍晋三有派人来跟咱开会嘞。我讲读册，读什么册？读外建监法啦。北方四岛若要套，什么人才会当套？日本天皇啊，日本天皇即摆旧金山和平第一条去甲嘴甲提起来，袂当讲话啊。啊！什么人当替伊讲话？台湾呐、啊，因为台湾这个土地，也是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咱台湾人是日本的臣民，所以咱有资格甲普京讨讲北方四岛还给我。我讲哦，你日本也无多土哦，受征我来替你写。我怀疑甲伊讲哦，你要什么？我真简单，日本天皇给我一个徽章就好啊。啊！这徽章上面发明，你知无？希特勒啦！我听你讲希特勒哦，头脑是妖手好。希特勒用酒塔拉挂换人一条性命，恁听有无？恁听有无？听有的举手，听无的举手。你也听无，我再讲啊。足简单，酒塔拉挂吼，甲讲个病，什么型？徽章啊！哦，恁这也唔知影呢吼。我这人要讲话，一定爱吼，说明歌加说明给恁听。酒塔歌，你知？酒塔即摆真酒塔，即摆真少，甲秘鲁才有尔啦吼。一般拢易开罐的嘛吼。迄酒塔啊，拔起来了，你甲讲，甲讲啊，平平。迄个型就是啥？就是希特勒的东西哦。哦，英勇的战士，给你一粒，啊，你就可以拍拼啊，性命都无去啊。我听你讲，迄酒塔歌换性命，同款的意思啦。我讲吼，我就甲日本人，日本人在笑啊，我嘛讲，阮等下甲日本天皇讲，用手拉甲讲起来，我爱金咩哈？我足有班诶，国际法那我读到安尼来吼，真正我喜爱物件，绝对是伫世界上有地位啦。希拉蕊当时讲南海的时阵，迄文章送个啥？我喜爱。所以逼到即马，习近平甲李克强伊发表啥？因为我本来就派呢。哦，南海要战，要打菲律宾，要打越南有啊？即马呐，拢软落啊。南海啥物人个？台湾个啊，高雄啊，高雄周围啊。啊，想你坐南海爱石油嘛？啊，石油我讲，迄海要挖迄石油嘛，无遐简单呢。我讲咱免去遐挖，咱个。台南澳就好啊，因为迄石油的、迄个地下哈，地下迄个脉哈，上来个对，迄个叫尖阁群岛钓鱼台啦。啊，尖阁群岛迄条通来伫台南啦，啊，咱就去海底还有澳，咱都陆地澳就有啊。澳一空供应全台湾2% 的石油一年，啊，咱澳一百空就好啊。剩的石油呐，去卖，啊有钱无？足侪钱的，所以18岁以上要给你一栋厝，有可能无？100%有可能的。台湾即摆问题伫倒？好业甲散的相差太多。但是你甲看吼，好业嘛足好业的，夭寿哦。迄个跑车啊，一只几千万弄来讲。几千万收益讲不要紧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相信几千万的未来才受运啦。但是我是绝对感觉，咱若接到政权，财产要重新分配，你袂当用房地产来去赚钱，我是足气。他们讲，
我的家族，阮算有真侪房地产的人。当然，这块话袂当互阮妈妈听到。但我是认为讲哦，你套房地产趁钱是不对的。你都要去拍命，你若有钱，你找这个钱来投资工业、投资商业嘛，买股票嘛，互迄股票市场搁赚较侪钱嘛。这种的才是会当促进社会的商务啊，互老百姓愈来愈有钱嘛。你毋通看台湾真小呢？美国真大，但是咱台湾人上界好的所在伫对，咱有台湾人有头脑。咱用头脑来赢美国，来赢日本，来赢苏联，来赢中国，安尼好不好？大胜就是台湾人的思想爱开放，爱国际化。国际化咪讲你去美国就好啊呢？嘿，头脑是真正爱开放呢。坦白讲哦，我足感谢我的老爸。我伫小学的以前，我老爸是学校的校长，迄个时阵，我敢讲一句话。小学毕业以前，我所读的册啊，不管什么册啦，红仔册就好啊，什么册拢无要紧啊。我跟你讲，跟我同款年龄，我绝对读我的字，我读的绝对普通人的两倍到三倍。我细汉那时阵坐咧都无起来呢，莫怪吼，我即摆吼，我无支撑啦，我坐骨神经会疼，因为我常拢坐咧拢袂记时间。再是这种，头热起来讲，那遮暗嘛。所以我常咧讲哦，有当咧讲啦，囡仔若袂晓读册，卖怪囡仔，爱怪你家己咧，你的 DNA 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咧咪讲，DNA 歹变安怎？无要紧，你的囡仔袂晓读册，伊绝对有一项的长处。你要甲发展伊迄项个长处，所以我甲你讲，无一定爱读大学，无一定爱博士，安好无？拍手啦！迄才是真真正正个社会啦。干那读册是要创啥？像我饭桶啊，干那读册，即摆干来咱讲正经话。不过我讲，我做生意嘛真真个。我是因为2006年六月二九偷渡金门以后，我去。宣誓讲哦，要替台湾服务做义工。我要怎样不爱宣誓？因为佫无偌久就封救起来。不过我若无宣誓，可能救袂起来。我是真歹讲啦。且我是一直感觉咧，且我不后悔。尤其看到讲遮尔啊济人来伫受训，遮尔啊济人唔惊讲封笑，会晓来上课，做伙来考斗阵，咱来替台湾来拍拼啦，好唔？所以我是希望讲吼，咱即马读个论述，我有讲过，但是呢，两节课我都讲真济，你一定要去读。尤其我每一天伫台湾民政的官网来拜托，官网给我出来，即马已经到155篇的款。我每一天拢有一篇新的文章，每一天哦，听清楚哦，每一天哦，来右腿，搁起来，搁起来，搁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好，150，哇，150个，每一天我拢一定有一篇文章。你能看迄篇文，来点复加看麦，155篇。哦，你看我这篇天人攻击的啦。有一个宗教团体，这个宗教团体是吼，我不爱讲啦。这个宗教团体不是亚香的。吼，这攻击台湾民政府，我胡说啊！吼，但是你要讲我胡说的时阵哦，你爱提一个法律出来啊，拢无法律啊！我法律讲伫遮，我每一摆讲每所有物件，我甲你讲，一定拢用法律做基础，我绝对无用感情，这里面没有我一点点个人的感情。所以你要看，5、6年来。我伫全世界宣布，我所讲的，你若咱甲我反驳的，我为迄天开始收起来。欧洲嘛有两个新势国家，讲叫我去因做研究，我拜托，我台湾都研究到即摆还袂出来咧，免咱研究。因为台湾是啥？台湾足麻烦的啥？台湾人这68年的教育的头脑已经顶起啊啦！无怪美国甲我讲，伊讲咱台湾伊安怎算呢？2300万对不对？
伊讲300万免讲，迄是中国人，卡扣掉，安2000万，2000万人，唔是拢台湾人呢，一半尔尔啦，一半叫做本土台湾人，1000万是讲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你看咱偌可怜就好啦，咱伫外口安尼住啊，有超过一半的人是读较未清楚呢，但是嘛有差不多一半较少是叔叔的人，认为讲咱是本土台湾，咱本土台湾人去予美国占领，但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。台湾这个所在爱等于什么所在？等于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开始啊，台湾才有生路。所以伫这款的经营之下，咱台湾民政府即马也不孤单了呢。咱的初级班差不多已经有3500-3600的人啊啦。当然初级班哦无效呢，因为初级班后摆要做啥？做里长、做店长，迄是要痛啊。所以我只较希望讲哦，高级班好较济哩。当然，不是讲高级班后摆钱赚较济啦吼，但是嘛，希望爱赚较济钱啊，对不对？啊无，啊个你同款时间去用的时阵，当然上高。啊，你讲诶，啊我小学毕业，我讲不要紧。后摆中华民国迄大学毕业，我拢不爱甲你尊称。啊，你顶他，你谈个历史拢唔对，你别算啥？对不对？无你唔相信，你等于哦，你囡仔大学毕业，你甲考，你甲讲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对不对？伊一定甲你讲对。因为考会足济咧，啊，12月2日是光复节，对不对？伊讲对。啊，你是啥物人？伊讲你台湾人，哎，伊讲伊台湾人，你讲你摕证明，摕袂出来，摕出来是身份证。你读到咩啊？迄几字安那读？中华民国。我来予你考个密密麻麻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所以迄种的大学毕业是怎样？读博士嘛，同款。我讲你对不对？不如。在咱这个所在读初级班甲高级班，才有正确的思想。我正式甲各位宣布，9月初5日的记者会以后，即马开始，美国的所有单位要含咱只后摆要掌权、迄掌管迄个部分的部门的人啊，要开始甲咱开会啊。所以为后礼拜开始，我是啊足无闲的。每礼拜拜五、拜六礼拜，咱去上课，一方面呢。遐后摆个官员爱来甲我见面，我咪阁见啊，互遐只代表开始含美国各个单位啊见面。虽然咱个2500-2600个，还阁差1400个左右啦，但是1400个真紧就到位啊，免烦恼啦。我估计啥物时阵会到？年底。但是当然啦吼，啊若一摆咱50个，我就吐起，又阁未到。所以拜托各位。大家来互相帮忙，互相鼓励，好唔？拜托。你唔是讲来只上课，干坐到呢？我有当看讲，大家度过迄比赛呢，啊，袂当逃课呢。你唔能想讲坐只 CIA 未来呢？伊来过3摆，逐摆拢是坐伫后边咧上课，拢是上课时才甲伊讲哦，林先生，我是代表 CIA。啊，但是恁因等于比 CIA 报告哈。对咱上课的精神，拢讲真好，因为咱拢照规矩来嘛，几点上课，几点下课，拢是完全照规矩的。我相信学校都无咱遮规矩。好啊，所以咱各位呢，我是甲恁要求，上课规矩以后，另外爱买册爱去看。你无看册，真正你唔知你无法度讲啦。所以。不管你啊，过来就是一点足要紧的。你不要电脑的，拜托的。平板电脑，甲恁，你家己买啊？你只要拢有能力买嘛，一只电脑即马才偌济，俗较俗的偌济，偌济5-6千有无？对啊，5-6千块嘛，对无？无5-6千块，请你举手。我无要甲你讨啦，5-6千块举手，拢有嘛，对不对？拜托去买一只啦。啊，食一下吼，啊无100块牙手嘛拢有嘛，100块叫你囡仔讲来，你甲我教，伊甲你教，教到你会晓，你若教一摆，你付100块，我相信你袂超过200块啦，你学两届就好啊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你了两百块，啊，记你着你，啊，你拢甲设我的罪业甲设设定啦。我的罪业就是讲设定吼，拍开就是我的罪业，就是台湾民政府的网页，按如何嘛？你免去看其他的啦，浪费时间。咱若是少年啊，少年乌白看，咱拢看台湾民政府网页，啊，台底拢有消息啊。每一天都有文章，你来去读啊。哎，我爱上课都爱用时间，安尼甲你讲，甲你拜托是足足无彩呢。所以，我爱拜托各位吼，你有上网看无上网，我拢知呢。电脑拢清清楚楚呢。今日有几人上网，我拍落去，我都足清楚啊。你是这边的记者会、甲酒会，迄天当场现有上网去看十万人。这真恐怖呢，所以我刚跟你讲，你的朋友有真侪拢不爱跟你讲的，反正暗度啦，啊，就惊去用抓去的。警察人员这么侪来参加的啊，包括司法官十几个嘛是参加，包括现役的军人嘛参加，谁安那袂当参加？谁安那是诈骗集团？我有跟你骗吗？台湾民警有跟你骗吗？包括这边的酒会开二十万美金，到有任何人来道出，有无？无嘛，迄种天顶发落来了，我刚安尼讲就好啦。所以，七十九月十号，今日是八号嘛哈，明天、后天，暗时九点二五分，伫第二航站达美航空。咦，达美航空，刚才我先去买迄个啥？披萨，好，有成嘞哈！这边挑人坐达美航空去呢，为美国因直飞回来，啊，回来我想也真忝啦哈，回来也真忝。但是哦，各位，那有时间去甲欢迎，因为这边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功劳，台湾的地位为这边来改变，旅行证件的发了家的，我跟你讲哦。明年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拼，看你要是要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，还是要摕咱台湾的身份证，要摕台湾的旅行证件。你若摕台湾的旅行证件，等同美国护照一样，193个国家拢会当去。啊，而且若有代志去找美国大使馆，喂，你一世人。我希望袂记得啊！你一世人，足侪人笑想讲要移民到美国去，有无？你移民去咪无效啦！去美国移民去哦，爱交税金呢。你免，你摕迄本旅行证件，甲美国人同款啊，啊免交税金吗？我若甲你讲吼，你若知影这个代志吼，你别建国啊！你我甲你保证，台湾人绝对不爱建国。你摕旅行证件以后。你免做兵，唔免买武器，啊，省偌济？想来免武器，免买武器，免做兵。伊美国占领嘛，占领地区的人免做兵嘛，这全世界规定的啊。虽然做兵以前三波两年三年啊，拢叫骗你呢。啊，这爱赔无？啊，你你搞啊，特别爱，无唔对，爱我嘛要叫伊赔，我嘛做两年呢，三年的赔较济。看迄张的薪水偌济，叫省，有利息，嘿，利息爱省哦，我干嘛爱省哦？爱省无？无影无影呢？恁大家卖想超过哈，行到美国讲话，你我去台湾来，我放弃，免做兵，免买武器，看一年省偌济都。啊，美国讲吼，啊，免买武器，啊，免做兵，啊，台湾免哪保护，我咧你的代志。你爱派兵来啊！我讲是真的呢。啊，其实美国派兵即马伫台湾有啊，有。青庄岗、周营、嘉山、乐山，是无人知影尔呢。所以有的人你讲美国，你去起笑伊哦，伊歹心人讲，我现在有在台湾，但伊歹讲呢。伊若讲了吼，嚯、哦、不得了！伊就是事实上。古今川和平条二十三条嘛，伊要占领台湾呢，他要负责任呢。
免武皮，免做兵，啊，免交税金，这台湾人上爱。联邦税免交，要建国无？要请你举手。你要建国？有影无影？有影？啊，你要交税？啊，后生要做兵？拜托，你无遐巧啦，你妈的啦！无人卖啦，有人替恁囝做兵，唔好吗？哎呀！啊，夭壽哦！要训练因后生，讲该去做兵啦。好啦，我特别设一个军校，互恁囝去做兵。我是最爱不爱做兵，我先跟你讲。做兵去虐待死掉呢，系防中秋的代志拢袂记得，迄糟蹋个足过分呢。我即马拢不爱讲啦，因为吼政权要移交嘛，你无必要讲互伊一个借口，佮发生冲突，倒霉是咱呢，伊即马有管辖权啊，所以吼。你不管你安怎甲我骂啦，我拢足忍耐啦。互你骂嘛，你尽量骂。你甲我骂，你阁骂嘛，我拢甲你记起来。你电脑顶款，我拢甲记录起来。不是不报啦，时间未到啦，马上就到。这句我喜欢。所以吼，所以台湾人唔免买武器，唔免做兵，唔免交税，这上个基本的。读册拢免钱的，你无诶？你要搁建国，你唔免建国，有人来替你徛卫兵，有人替你保护。我甲你讲啊，全世界拢要钱来台湾大啦，真诶啦。啊，高沙族诶，我以前讲过，因为高沙族本来120万，即摆剩51万。高沙族一个特别的政策，高沙族若生一个高沙族诶，给伊100万。读册拢免钱，刚高沙族家有哈，我先讲哈，一直到120万满了，就开始甲台湾拢同款。啊，高沙族伊家己有土地，伊有家己的警察，有家己的学校，有家己的法院，甲高等法院，最高法院一定是咱台湾民政府控制，安尼较公道啦。哦，你袂当高沙族讲，啊，我因为要独立，会袂使安尼哦。这是个大家小编，土地行李，恁会当有只自主权。坦白讲哦，高沙族头脑很好，很单纯。咱来个保护，啊、哦，所以高沙的人，我今日有看到一个高沙的夫妇来参加吼，囡仔真细汉，啊，人家讲我你若较慢生就好啊，我去会当阁继续生，超过一年就会使，就会当分100万啊。所以，啊，厝嘛是同款哦，我们会分配房子给他。所以呢，我是感觉最近高沙族来家受训的太多了，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。啊，无这样话，后摆政府官员拢是高沙呢，我跟你讲，你们难笑呢，很有可能呢。但是哦，佫袂当动呢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的各州等于吼，拜托各州爱家己爱来，叫招较少年的来啦。因为愈少年来遮受训哦，领的越多啦。因为年纪较大，甲我同款的吼，时间没有很多了呢吼。我60几岁啊呢，对吧？互你偌熬偌熬，互你活到80吼、90吼嘛。啊，80、90是要做啥物工作？休困了嘛。所以我真希望讲后壁有接棒来接，安尼台湾哦，才有一个未来。系啦，我今日讲一寡伤济废话，要讲的物件拢无啥讲到。但是我爱讲一句结论啦吼，台湾的地位很复杂，台湾的解决很简单，一切用法律。所以咱一开始上课的时阵，迄立场、甲方法拢讲啊真清楚。我们不使用暴力，不使用武力。所以有人若甲你鼓励讲哦，你得用暴力啊、哦，唔通要用暴力，你请伊去。咱唔免用暴力，咱用迄支笔，我甲你保证，台湾一定会成功。台湾人头脑比人较好，比人较聪明，但是台湾人会偷鸡摸狗，行捷径。伫现主席，敢若爬山同款，台湾人已经要攻顶啊，佫行一两步就到位啊。就开始用手诶，
哦，较紧来去组织一个，搁组织一个台湾民政府。伊拉克当时，赶快二三十个民政府啊，伊拉克民政府。但美国落尾啊，建一个，迄个时阵啊，是美国伫华盛顿 D 该设办公室咧，该叫伊迁登去伊拉克。迄个一个人尔，但美国将政权交迄个人，伊伫四个月内底，这个政权伊就完全甲组织起来。但咧台湾。真可惜，复杂，不是干那本土台湾人，有本土台湾人，啊，有本土台湾人，佮人民讲伊是中国人诶，佮中国人流亡在台湾的人，佮外国人，四种。所以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台湾情况非常特殊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美国佮中华人民共有讲，要让伊到台湾发行伊的中华卡，就是讲。要给台湾人，你若认为中国人，你去你提伊个，会记哩。明年四月到六月的时阵，你唔通想讲哦，摕中华卡去中国拢免签证哦。啊，去啊摕，你若摕着，你就吐去啊。你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会被取消，你的护照、旅行证件会被取消。你唔通去骗，伊洗稿一定会有强力的电视广告，什么广告诱集嘛。你不能叫怪去，所以你的坚定，你的思想中心思想。我刚有当甲各位讲，我今日已经刚甲恁讲啊。台湾以后的未来，请你对我行，做一行，好冇？多谢。各位好，欢迎起立。起立。下课休困十分钟。迄、那个三点半哦，一定要上哦，没有照相哦，你都要过来补习嘛。我先跟你讲，三点半照相，行李哦，都要翕相以后再去整理哈。